有请中国梦想秀主持人朱丹华少。谢谢现场的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给梦想提前，让梦想起立，欢迎各位来到哇哈起立第三季中国梦想秀，一起让梦想照进现实吧！掌声送给我们的梦想大使九里波先生。好，我们给自己点掌声好吗？300位梦想观察员，欢迎你们！掌声有请追梦人，欢迎。大家好，我叫胡梦圆，来自辽宁。那现在我是一名模特。大家好，我叫刘子玲，来自甘肃。大家好，我叫静静，来自沈阳。我们的组合叫做 Queen Dance。那您是做什么工作？我自己的话开了一家奶茶店。奶茶店？看我体型就知道了，肚子里得装多少奶茶呀？有关系。就你在他们的 Queen Dance 里面，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这个团队当中呢，平时我会帮大家做一些音乐剪辑啊之类的这些幕后的事情。我们先看他们的表演，再来了解他们的梦想吧，好不好？现在来告诉我们你的梦想吧。我们的梦想是拍摄一部肚皮舞题材的电影。哦，好，看看你们的梦想能不能更进一步，来将梦想照进现实。各位，祝你们好运。你好，波波老师好。非常有意思的组合，而且你看，六个朋友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然后从事不同的职业。队长先用一句话来描述那个胖胖和你们五个美女在一起，用一句话描述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激情兴奋。我说一下吧，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舞虽然跳得不怎么样，给我感觉一种这个画面感非常好，我感觉就是一头大象带着一群梅花鹿。啊，不要让队长一个人面对现实，请上来，哎，手挽手，想起一句话，众志成城。今天我们在手挽手的同时，非常希望，波波老师你能够跟我们一起上来手挽手。哎呦，这个我就不包，我这个人喜欢挑战。来，胖胖，你把你这个裙子给我，好吧？哎，能不能再给我一个盘子啊？那我肯定混得过去。来，好嘞，五六七，走。一提一。弹一提一弹一提一弹，好，好，明白，好，可以了。哎，是不是这样？棒棒棒棒棒棒。好，你们的梦想，那么你想清楚，梦想到底是要拍成歌舞青春这样的电影，还是什么？可以再捋一下吗？就拍摄一部肚皮舞题材的电影或微电影。但我觉得梦想可以来娱乐自己，梦想也可以来震撼世界，如果你觉得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梦想必须靠谱。也就是说，当我有浑身的才艺，我觉得我能够对这个肚皮，我所热爱的肚皮舞能够对得起它。为这六位追梦人，啊，投出你们票，开始。你们对胜利有渴望，但是你们对胜利有一种平常心，对吧？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好运，加油了，下次再见。谢谢你们的灿烂笑容，谢谢。Queen Dance。
快乐跳舞，坚持梦想。哇，吉利中国梦想秀，掌声有请下一组追梦人，有请。哇、哦，好酷哦！今天是来踢馆的吗？三位师傅，你们好。好帅气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是大师兄，我叫马新义，来自河南省少林俄坡五院。好嘞，大师兄好。这练武的人是不得了。大家好，大师兄啊，等一下啊，大师兄，您今年多大？可以告诉我吗？12。12岁，我的天哪，12岁胡子那么密啊！大家好，我是二师兄王进。大家好，我是小师弟徐永清，我跟他们一起来了。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梦想是和李连杰在一起拍电影。下一个哦，我还以为要坐在焦虑波呢，这感觉。我要跟李连杰一起拍电影，那表演什么呢？少林武术。少林武术，好嘞。太棒了，二师兄，我能先问一问您这个是什么功夫啊？是软气功。软气功是。来，将梦想照进现实，祝你们好运，往前一步。哈。OK， 如果波波叔叔没听错的话，你们的梦想是能够和李连杰老师一起拍一部电影，对吧？是。那么你们在里面做什么角色呢？做匪兵甲。比主角再差一点点吧。哦呦，那就是配角了。配角和主角的中间。那就是主配角了。也行。练了多长时间？我练了7年。二师兄。5年。5年少2年，那2年你去干什么了？在家。为什么会没有工作？因为没他发育早。你们现在读书成绩怎么样？良好。到底是良还是好还是良好？大师兄不好。这个你不说，波波叔叔已经知道了，对吧？三师兄情况怎么样？不好，因为他很懒。好，明白了。大师兄，请问二师兄情况怎么样？还可以。请问三师兄，你觉得大师兄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胡子。二师兄最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肚子。好，二师兄接招，来，话筒。三师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没有。好，现在开始投票。哈！哇！哈哈！呀！呀！恭喜！掌声欢迎下一位追梦人，有请。哇，婚纱好美啊。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的女孩，我叫张丹，今年22岁。张丹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我为什么穿婚纱来呢？对，我是为了一个我喜欢的男生准备的。
这个也是你的梦想是吧？嗯，是的。跟梦想有关的。那表演什么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舞表演《最炫民族风》。穿婚纱表演《最炫民族风》，我是为他唱的。哦，为他唱的。为他唱的。好，跟我们开始了，好吧？穿婚纱好。欢迎。不，你先告诉我是音响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还是你太紧张？要不要再来一次？你刚刚表现没？没事，没事，我会给你机会。你可能太紧张。紧张吧，紧张的啊！啊，大家给他掌声。不紧张啊，重新来，哎。在调里面再高一点，你要不清唱好了？所以我这个歌我帮你找找 key， 然后让顾老师指导一下。当滴答当当，什么调？你用你的调唱好了，这样好一点啊！来，你帮他钢琴跟进去，小子，来，预备，用钢琴了，开始走。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天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天后一片海。灰蓝蓝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精彩。我们要唱就要唱的最痛快。可以的，我已经发现这个。这个妹妹能站在舞台上，不是因为歌艺，不是因为，他肯定有故事哦，有故事。可以告诉我们那个男生的信息吗？或者说你的梦想也可以。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嫁给黄晓明。其实我的意思就是，等一下，嫁给谁？再重复一遍，谁？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嫁给黄晓明。黄晓明。不，世界上重名的很多的，那叫黄晓明的男生很多的。是那个大家都认识的，还是只有你认识的？大家都认识的，因为我是个临时演员，而且我也很喜欢黄晓明，所以我希望我能和黄晓明演一出求婚戏。就是你也知道，真嫁可能是不太嫁得了，但是至少就戏里面演一场啊，那么就是结婚的戏。那波波，你能不能帮他圆梦？梦想照进现实。祝你好运。你好，妹妹。波波老师好。今年22岁。对。从事什么工作？从事临时演员，也是一个非专业的编剧。我觉得你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像的姑娘，对吧？哎，是不是你的生活很童话？对。你的第一个男朋友是谁？我还没有。是没机会，还是你不敢，还是你看不上？是没机会。然后你就把所有的想象变成了你的作品。对。这个作品里面男主人公是不是叫黄晓明啊？对，非常对。那女主人公是谁？就是我自己。我讲的啊。你的梦想是和黄晓明演一出求婚戏。演一出求婚戏，对，精彩吧？肯定很能感动大家，因为这句话是我发自内心的写成一个剧本。你先演给我看看好吧，看看能不能感动我。小明，有件事我想跟你说，就是我喜欢你，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我都会真心真意的对你好一辈子。看看我的梦想观察团是不是支持你，好吗？好。为这位执着的女孩，为这位黄晓明的超级钢丝，准备投票，5、4、3、2、1，投票。
觉得你跟黄晓明的距离有多远呢？很远很远，那是一个梦。我现在就让我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吗？不是，拿我的手机了我就看看小明会不会接电话。好吧，我帮你圆梦啊，妹妹，你不要紧。那我们安静，我们安静哈。我现在打小明的电话，打通了以后，我能不能站到你旁边来？可以。好。哦，这是晋升。喂。喂。小明，不要怕，不怕，我很安全。我们这边我是中国梦想秀那个现场，我是波波。波波，你好。在我旁边有一位22岁的女孩，非常可爱，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安慰一下她？没问题的，谢。你不要哭，来，先说，这小明说。小明你好。你好。我叫张丹。你好，你好，这小明，我有一段戏想要对你说。你说。小明，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做你生命中的另一半，真心真意的对你好一辈子。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我都会对你不离不弃。我相信我们会在一起，小明，我爱你。前面听完了那个爱的宣言以后，小明，你是什么感觉？请回答。我觉得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现在像这样的女孩子好像已经不是很多了，所以我不知道将来谁会跟她在一起，但是我觉得那个男人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男人。那你听我刚才说的这些，其实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说给我喜欢的人听的，因为这也是我内心在让跟对方表达的。好，谢谢小明，希望你早点康复。谢谢波波老师，祝他好运，谢谢。好，加油，谢谢，祝你幸福，谢谢，再见。好，为梦想大使波波也鼓鼓掌，谢谢他完成了一个梦想。来，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追梦人，来，有请。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辽宁的阿欣姐。欣姐，你好，来，咱们往前一点。今天带着我的秘密武器哈，来到了中国梦想秀，非常的开心。秘密武器。秘密武器，这个是什么东西？还有个碗。哦，对。哦。哟，那么客气。什么？酒。哦，好香的酒啊。啊，你为什么带个酒上来呢？你的梦想是什么？这个送给我哈。我第一个梦想要把我自己酿造的米酒送给我们波波老师喝。哦，哎呦，自酿的美酒哦。我阿欣经常用苗语来改版一些歌剧，信不信我唱首给你听，再把这杯酒带给我们波波老师。对啊，来，波波老师祝你好运了。在这里把一首维塔斯的歌剧带大家。甜不甜，波波老师？哦，太好喝了，这个酒，那酒非常好喝。谢谢。这是哪里啊？你是梦想大使。谢谢。那您这个第一个梦想已经完成了，对吧？这个波波酒也已经喝过了。就喝一碗呢。啊，第二个梦想呢？波波老师，您喝我的酒，你就是我的人了。啊！哦，有这个习俗的是吧？真的假的？有这个习俗的。真的。哦，那恭喜恭喜恭喜！梦想你。你这样讲，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要害羞，我们都是见证人嘛。但是没有准备的事情还是要害羞的呀。
我是在我们贵州千户苗寨呢，开了一个农家乐，才开了半年多一点。哦，是我老板娘。所以呢，我要叫波波老师呢，就像我说的，喝了酒就是我的人，你要跟我做我的广告代言人。哦，你往前一步，直接跟他说，好吧？我想呢是啊，波波老师哈。哎，别急，可以，说说而已，说说。在这里就好了。阿水姐啊，你前面这个气象呢，有点吓到我。你喝了我的酒，就是我的人了，就做广告代言人。我想弱弱的问一下，如果我不愿意，你会对我做出些什么事情呢？我相信你会愿意的，因为我们那里山美水美，人也美。如果搭上波波老师的这种名气，跟我的歌声搭起来，那我那里就更红火了。而且这样好吧，我呢，第一个梦想我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梦想，我们要看看我们梦想观察团的朋友是不是啊同意我这样做。如果只要他们同意，我就会把我拍的最棒的照片给你，然后随便你上面打什么。好，阿星姐，希望波波能够为你带来好运气啊！就你第二个梦想，谢谢，让我们梦想观察团投票。谢谢。准备投票，祝你好运！五四三二一，开始。我要飞得更高，谢谢。飞得更高，阿星拍龙虾的，阿星拍龙虾的，谢谢波波老师，越吃越开心，再来一碗酒好不好？来就来，太谢谢了。我已经飞得更高了，谢谢了，我怕谁啊？让我们继续吧，来欢迎下一位追梦人，有请。有请。郭老师好。你好。主持人好。啊，那您叫什么？肖继国。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是上春晚。上春晚，对，上春晚。那你上春晚表演什么呢？唱歌啊。唱歌对呀、好，那今天也表演唱歌了。对，好，我们先欢迎一下肖基国，对吧？好，来唱歌。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那一年的花前雪后，留下快乐愁。不要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一回，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菊花台风影月，红尘无人心头，醉在好运。哎，他长得很像一个人。哎，你觉得你像谁呀？很多人说我长得像张国荣。你用什么节目上春晚呢？用实力。要不要来一首歌吧？啊，对，不，这里不是卡拉 OK， 你要，我在问你问题，你还有什么实力啊？还是我先唱一首歌吧。不是你这个时段是我的，你不能。哦，你要说。你要问我可不可以，对吧？走。不对。哥哥，求求你稍微给我点面子，好吧？啊，行。哎，好吧。波波老师，哎，我想在这里再唱一首歌，代表我有实力，可不可以？不可以。你前面实力已经说好了啊！看看我们300位梦想观察团的朋友，觉得你能不能上春晚？好吧。好。祝你好运。三二一，开始。好，请不要退。
一百零六票，恭喜恭喜，很棒！你想唱这首歌对吧？现在给你唱，是因为我要对你的失败进行鼓励，好吗？谢谢波波老师。唱四句，可以。好，嗯，好，开始。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不是的军民装。继续唱。都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长。好干嘛？对啊，那这样唱完了以后有没有机会反转？也没有。啊。我觉得大你蛮快乐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了。好，下次再见。谢谢你，谢谢，谢谢。OK， 谢谢，谢谢你。给梦想提神，让梦想起立，让我们欢迎娃哈起立中国梦想秀下一位追梦人，有请。还有啊，这都属于重量级的追梦人哈。我们先认识一下大家好吗？大家好，我叫肥龙，我的体重只有310斤，谢谢。大家好，我的名字和我非常形似，我叫丸子，我比他瘦好多，我只有260斤。大家好，我叫包子，谢谢大家，我也260斤。包子，你好，我叫卢磊，我来自亚美尼亚。哦，亚美尼亚，哦，你好，远道而来。我体重是多少？260斤。大家好，我叫大维，然后大家帮我取了个外号，叫做。因为我的体重是250斤。那你们这个组合有个名字吗？我们的组合叫肉团。你们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怎么就凑一块了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瘦身。哦，所以我们从减肥，所以我们从五湖四海在杭州集结，然后参加咱们浙江卫视的《越跳越美丽》啊。对，浙江卫视全新打造的一档栏目，专门帮胖的朋友变成瘦子，然后用舞动的方式让自己减肥。好，那你们今天要表演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表演的才艺就是为那个梦想团的朋友们表演一段舞蹈。舞蹈，好嘞，来，我们掌声有请肉团组合。太棒了！你们的梦想都是瘦身，对吧？对，全部要瘦下来。对，我们找一个人说一说吧，有没有目标要瘦成什么样子？对对对，我的目标是我回家变成这个样子。
哎呦，现在也挺婀娜的呀。老妹儿，你想瘦到多少？瘦到跟周立波老师一样。就瘦得像我这样。别说周立波老师身材还真挺好的。不错不错，真的不错。就目测的话，真的不错。您打算多长时间能够想达到这样的目标？3个月吧。3个月哦，3个月要瘦那么多啊，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最主要是你要让那么多朋友都一起瘦下来。来，祝你们好运，梦想照进现实，来往前。哇，大家好。我觉得特有画面感，就感觉像砰过来，感觉就重型机械部队过来。朋友，有的胖胖出来他很自卑，但是你们充满阳光，大家说是不是啊？他们跳舞的时候那种眼神看完全是藐视我的眼神呀，哎呀这么轻啊，哎呦那不要飘起来吗？现在就说因为肥胖而影响健康的举下手。都有吧。因为肥胖但是没有影响自信的，请举手。哦，哎，你们还真是特殊人群当中的特殊的人群。现在肥胖啊，也是一种现象啊，比方生活富足啊，啊，吃的太多啊。你们派一个代表出来，说胖，胖胖好的地方。好，你看我的眼神要温柔一点，来。好，哎，这个太肉麻了。吃自助餐的时候比较赚。这招非常实惠，非常实在，是吧？他们说吃自助餐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来，胖出了你。我的最高境界是下午5点去，吃到晚上10点下班。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有过，我不是一般，我不是经常干，但是我一般就是一个月干个28次左右。老师，我想对所有的男性观众说一句话，就是大家在娶老婆的时候吧，其实找胖女孩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会过日子。就比如说我和朱丹姐比，买一同款的裙子都要500块，她只用了一尺布，而我们用了这么多，穿旧了之后还可以给小孩子改成各种款式的衣服，所以一定要娶我们胖女孩，日子才能过得红火。我们前面说了胖子觉得好的地方，那么请派出一位代表说胖子不好的地方。胖子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能穿漂亮的衣服，然后不能出去旅游。不能去旅游？你不从亚美尼亚到这边来了吗？那是和我熟，那是和我瘦来了。后排，我解释一下，诺内妈妈说胖子为什么不能旅游？那么在飞机上，那个卫生间会非常小，然后会拉不开，进不去。OK。还有一点就是，你看胖吗？走路会磨腿，裤子一个月就要换一条，真的很费料子。这个倒是不太知道的啊，这个啊，有道理的，有道理。好，为了我们这些非常可爱的小胖胖，他们前面的表演。现在由我们的梦想观察团为你们进行表决，希望大家来监督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加油，让我们早日成功，谢谢大家。好，看看后面300位梦想观察团他们怎么想。开始。升级的，但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对，知道进入减肥这个过程啊，其实如果有人被祝福、被关注，他们会更骄傲，也更有成就感，对不对？好，再次掌声，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波波老师，谢谢华少，谢谢朱丹，谢谢大家，谢谢。1、2、3，快鞠躬！1、2、3，谢谢。掌声欢迎下一位追梦人，有请。来，掌声有请。中国梦想秀，我来了！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哇，好热情，热情！为什么还有钱？哎，不对，他的裙不是那个真的草裙，有茄子、长豇豆。豇豆啊！豆
角。豆角啊，对，你们管叫豆角，我们也管叫钢豆啊。我本来哎，直接来了。来了。啊，那您先表演了。您又是？大哥，我今年68，看上去还是那一枝花，俺可不是什么狗尾巴花，俺就是那腊梅花。今天啊，俺拿着豆角来梦想秀跳舞了。这个是什么舞蹈啊？叫做我呀啊，这是豆角草裙舞。哦，豆角草裙舞，还有茄子，你看啊，你们两位不要走啊，不要走，不要走，你不要慌了，我可以帮你先问的，你有什么要了解？阿姨是哪里来的？哪里人，阿姨？俺是来自济南的，济南马慧珍。马慧珍，马慧珍。对，你是怎么想到要用豆角来这个编个草裙跳舞呢？这是一个难忘的2004年一场雪的故事来了。那一天啊，我本来是要过生日，哎呦，我晕倒在厕所里啊，当抬到医院的时候说啊，老马，你的椎间盘突出了，你不能再跳舞了，你得做手术。我说不行，我这70-80斤，大夫你不要给我拉扯了，我吃药喝药贴膏药，我要锻炼身体，我拿着豆角当草裙儿加重量跳舞。我说阿姨怎么全自动的了？这阿姨这个阿姨就是生病了以后就更加要跳舞是吧？对，大夫说不能跳了，那不行。那你跳了之后，追求艺术是我的第二生。啊，对对对，阿姨等一下，哥们，这个豆角草裙把你腰椎颈椎都治好了。对。它是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它加重了，重量加重了，扭起来。对的。哦，阿姨你是跳舞还是卖菜的？我是买菜的。买菜啊，买菜。我从1块钱一斤买到8块钱。哥们，你的梦想是什么？梦想是这个多少钱一斤了？我的梦想啊，是来推广我的能治颈椎腰椎的草裙儿，推广这个裙子是吧？对，让大家都来锻炼身体。好，都来锻炼身体。那问题我们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呀，那你就把这个小肚子把它练下去。哎，这个说得好的，哎，有肚子要练下去的。哎，你减肥呀，可能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我减肥呀，是早上3:40起床，4点去跑操，坚持了50年，不长一斤肉。哎呦，厉害厉害！不长一斤肉。那你这个蛮浪费肚子，你看跳着跳着都掉下来了，你看。没事，回去我给你做菜。哎呦，不用客气。我觉得吧，这样的话，那你给波波做菜吧。波波兄弟啊，尝尝来。那么我的梦想实现了一半了。怎么讲？自从波波兄弟主持节目以来，哎呦，你就是我的梦中主持人。哎呀，我是梦中情人呐。我不敢。我太老了。梦中的姐姐，我是你梦中的姐姐，你是我梦中的弟弟。你们在梦中相会过。好，哥们，你梦想照进现实了啊！那往前站到这里来，预备，站。好。少姐，不要离我太远，然后就站好。好，快点，近点，近点，你放心，放心，我跑得上来。这个。阿姨啊。你好，我们聊聊。你叫我大姐就行，你叫我豆角大姐吧，别把我叫老了，我才68。好，那个大姐，哎，我们聊聊。好。你跳这个舞多长时间了？8年了。您一直是这样的性格吗？是的，我从小就这个性格。那后面那条钢豆，后面有条钢豆啊，行行。没事。啊，一条也是菜啊！哎，最后咱都波波，今天晚上跟我吃去吧，吃炸的、吃煎的、吃炒的，还是吃蒸的，我都能给你做。你把我撕了算了。那你先生来了？先生来了。那么先生？先生是我的粉丝和我忠实的老公，而且
你说过，波波兄弟，哎，成功的人后面有一个牺牲的，一个失败的人，是吧？我说成功的女人后面有一个为我奉献的男人。哦不，他是我的老公。您和您先生结婚多少年了？结婚38年了。三十八年，四十年是什么话？40年是银婚了。哦，是银婚。大家想不想看看我们大姐的先生，陪伴她38年的先生？谢谢。是的，不，稍等，等一会儿，我现在做民意测验，我们要尊重啊，陪伴这位大姐38年的先生，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是个老头儿，他呀，就是说，服从我的领导，听从我的指挥，没有怨言。哦，他是双重领导了，对，就服从你的领导，听从你的指挥。你先生这38年怎么过的呢？来，有请先生。哇，这么高呢！哇，这是我的老公加粉丝。哎，哎，大哥。大哥好，拿话筒。大哥，你把假牙还给大哥呀？拿话筒。大姐，话筒放那。话筒。大哥，假牙给你藏哪儿去了？他把。呀。啊。那个牙呀，安上以后啊，他有点不舒服，没带来，忘了，走得急了。哦，不急，好好。哎，大哥你好，你看到你太太开心吗？啊。开心吧。开心。你是怎么开心的？我呀，经常长病。我老公就说：“你把钱花在娱乐上，少投在医院里。”大姐，你先生今年高寿啊？你看他多大？哦，我本来如果猜的话应该看得出，但我一看你我就模糊了，有点。他比我大10个月呀。啊，也是68岁。就。好。大哥严肃点一点。好，为什么？我们今天太开心了。真的是真的开心哦。啊啊，为大姐，为你的这个舞蹈是不是能够推广，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啊？那就看波波兄弟的宣传力度了。我已经想通了，已经，我准备跟你学。好，那你就拜老师吧。好，5、4、3、2、1，投票，宣布结果。那你谢谢波波了，谢谢啊，你谢谢波波，谢谢中国梦想秀，让我的梦想成真了。我好无奈呀。谢谢。Hi, my name is Linda. I'm 16 years old. I'm British and Chinese mixed. Yeah. 我叫蔡优梅，今年16岁，我是中英混血儿。这次来到中国梦想秀是想实现我做歌手的梦想，同时呢想向我父亲证明我是一个非常棒的人。I went across this villain where all the others be try to learn to yodel eat a little deal walk on meOn a clear and sunny day, there I met a yodeling guy, a little special. He taught me to yodel, to yodel, to yodel, to yodel. He taught me to yodel, to yodel, to yodel, to yodel. I need yodeling.
就是他是哥哥一般，但他展示了一种非常非常复杂和难度高的，我们叫约德尔调。约德尔调它是主要是头部共鸣和胸腔共鸣顷刻转换，然后那个音阶转换这样。首先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还可以唱得更好。但是你这个已经很了不起，很多人终生发不出这种声音的。没有那么娴熟，但是按照波波意思，也多该给一点掌声，对吧？哦，那当然，那当然，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毕竟才16岁。是。那我们是不是该回过头来聊聊那个故事啊？我爸爸呢，就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我妈妈是重庆人，他就抛弃了我和妈妈，回到了英国。你最后一次见你爸爸是你多大？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OK。那你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想知道。妈妈有去找过他吗？有啊，小的时候，我和妈妈去英国找过他，只见到奶奶和姑姑，他不肯见我们。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我说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然后呢，证明给我父亲看，我是一个非常棒的女儿。你好，波波老师您好。你妈妈今天来了吗？来了。这位妈妈可以出来吗？我不知道这位大姐，你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同意我的观点？至少认为你曾经的一个你爱过的人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人。对。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我是想让你女儿知道，你爸爸不配你恨。你不值得去恨他，为一个从来没见过你的人，为一个从来没爱过你的人，为一个小生命的来到能够如此漠视的，你觉得他值得你恨吗？我没从他身上看到任何、闻到任何皇家空军的气息，我认为他只是个农家乐，他是英国农家乐出来的，所以我请求你，不要去恨你的父亲，因为他不配。我觉得我一直很愧对那个优美，因为我不能给她父爱。优美的户口在香港，上学呢，所以特别贵，她就那个辍学了。这方面我很对不起优美。你现在在从事什么职业？我呢，就是那个在外面做家教。女儿现在读书吗？没有。还是没有读书。希望今天我们的梦想观察团能够为你女儿做些什么呢？因为那个琳达她也特别喜欢音乐，她也很那个在音乐方面她是我觉得她是很有特长的，比方说她那个钢琴呢弹得也不错的，而且她也会那个小提琴、吉他，还有她会打架子鼓。妈妈是希望先实现女儿的音乐梦想，还是能够先作为一个母亲为女儿负起她的责任，那把她养大成人，哪个梦想更重要？我希望她能开开心心的生活，这就是我所想要的。你就希望你女儿在这个舞台上继续走下去，对吗？对。好，祝你好运。谢谢。各位梦想观察团的朋友们，请支持这个女孩，投下你们最真诚的一票，预备，开始投票。也没关系，谢谢你们。这是个很戏剧化的结果，就差一票。是啊，我那个祝贺的声音已经在胸口了，刚准备讲出来的时候停止了。就差一票。先听听这一声声的加油，代表还是有很多人，一共300位，至少199位，还是大多数支持你。当然了，波波还有一个反转的权利。我很矛盾，你知道吗？你的女儿像天使一样的，真的，
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不喜欢他像洋娃娃一样的，大姐，就你们母女两个人站着，让我有一种什么感觉？一个像天使，但是一个又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已经跟梦想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说一个是超级美丽，一个又是那么的现实。但是妹妹你知道吗？梦想是不能当饭吃的。我觉得音乐有时候是一种奢侈品，有的人说音乐就是他的梦想，音乐就是他的生命。我说你就是一种不真实，他们有幻觉。但我觉得你现在是解决什么问题？他维持学业更重要，他有了学业才能够让他实现他的梦想。如果我们给他机会，他至少可以靠近自己的梦想。我们如果给他机会，他还是要表演，跟他们生活没有任何改观，他的生活有没有问题呢？波波担心的是我们不要生活在一个虚幻的幻觉当中，就当他还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这次节目到现在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难以做出判断，而又说的这么戏剧化的199票，华少从来没有看到过吧，丹丹？对，仅此一票。为了能够让这么可爱的天使般的女儿让你的梦更现实，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你的音乐先放在一边，好好的完成学业，先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走上工作岗位。所以不好意思，我只能认同我们梦想观察团的最终表决的意见，我放弃更改的权利，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还可以告诉我一件事吗？如果让 Linda 继续学习钢琴，继续系统的学习，大概需要花多少钱？一年的话也1万多一点吧。一年1万多块钱。10000一点这样。但是 Linda 现在没有，你没有上学对吧？对，没有系统的念书。啊、没有。我同意波波这方面意见，我也希望他回到学校当中去。确实，说句实话，因为音乐的，我们都是做表演的人，我们知道。音乐的道路更难走，另外一条道路可能更稳定一点。那么阿姨尽可能让他回到学校去，然后他学习钢琴那些费用我愿意帮忙，这个费用我来出。我会一直支持你们，我不希望在任何其他舞台上再看到你们，而是希望他很平静的生活。现在女儿可能更需要的是音乐陪伴他，而不是说音乐为他带来太多音乐以外的东西，好吗？好，谢谢。祝你们好运，还是落地一点。是。再加油，好吧。祝你们好运。说实话，要让梦想照进现实啊，真的挺难的。实力中国梦想秀，有请下一组追梦人，有请。欢迎两位。两位好，来。主持人好，波波老师好。波波老师好。嗯，哇，很少会有这样拉着手出来的。更少会有赤脚来到舞台上的啊。要不要先一一解释一下？我们的爱情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的。所以你们是情侣对吗？是的。哦，那为什么要带着面纱上来呢？跟表演有关。我和这位吉他手的感情我家里不太同意，所以这次参加梦想秀我也没有让他知道。那这样的话方便自我介绍吗？男生反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怎么称呼你？我叫阿珂。那女生的名字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怎么叫你？好。家人不太赞成你们在一起对吗？因为我是一名流浪吉他手，我是一无所有的。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回去，他妈妈给他相亲，第二天就给他订婚了。我得到消息以后连夜赶过去，在他和另外一位男士去民政局办证之前的那一刻，我赶到了现场，然后被他们打了一顿，晚上悄悄的在他举办婚礼的头一天把他带走了。这好像电视剧的情节。所以你是抢婚，你是逃婚，所以现在你戴着面纱也是不想让家里人或者是家里再刺激到他们。对，那么你的梦想现在是什么？我们的梦想就是举办一场有音乐的梦幻婚礼。
最重要的是有家人和朋友的祝福。我们非常愿意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我相信你们的歌声首先能够给我们一些非常甜蜜的感觉，所以我们先来听听你们的歌好吗？好的，我们的音乐就是根据我们的爱情故事来写出来的，歌名叫做《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应该是你们美好的愿望。来，有请。28是我漂泊过的城市，20是我与你相遇的年龄。我们在89个地下通道唱过132首歌曲，5年，1825天，我们都在一起。这一刻，我是幸福的。看看星星，看看月亮，这是你为我写的歌。风儿在哪？水儿在哪？如今的你美还在不在？亲爱的你不要难过，大路的里里算什么？只要你把心交给我，一定会有甜蜜生活。亲爱的你为何难过？这么多年一起走过，难道你还不信任我？拨开乌云就有阳光，幸福生活。要一个梦幻的婚礼啊，试试你们的梦想能不能照进现实。这300位都在等着听你们的故事，祝你们好运。来，梦想照进现实。两位好。波波老师好。好，当你们唱起你们自己写的歌很陶醉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妹妹是走音的，然后我在期待着我们吉他手出来能够把她带回来，想不到你跟她一起走了。现在目前情况是不是以音乐为谋生手段呢？是的，现在我们还在地下通道里面弹琴唱歌。你们可以喜欢音乐，但是如果把音乐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可能要重新规划一下。面纱遮着是为了怕什么？我逃婚了，本来是说好要结婚的，我逃了婚，然后在家里人受到了伤害，赔了将近10万块钱。啊，赔了10万块钱。是的，我家里并不是很富裕，这笔资金可能是我家里全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能告诉我吗？爱情和面包什么更重要？爱情最重要。爱情最重要，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件就是逃婚事件过后，我们才真的知道我们各自的心，因为我的心里有了你，你的心里有了我，你在了，我在了，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吗？再也不要分开了。很浪漫，也很感人，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不是浪漫。我们的爱情会有面包的，只要努力走下去，一定会有面包的。爱情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放弃的，哪怕今后我没有面包，我们也不会放弃。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唱歌，一个年轻的男子跑过来踢我们的琴带，然后扇了他一巴掌。原来是他像就是有一次我们没有生活费了，然后他去找他一个朋友借了200块钱。男朋友，我想问你一句话，这是男人和男人的对话，是不要认为是一种伤害，好吗？当一个男人无法保护他的女人，当一个男人在非常沮丧的时候，你觉得他最应该保持的是什么？保持一种积极向上、勇敢的心态。是面对还是逃跑？当然是面对了。你为什么逃跑？我没有逃跑。那他为什么打你？就是说借了200块钱，后来我们就因为那件事离开了那个城市嘛。哦，就是200块没给他的时候，你们离开了长沙。对。是的。现在给他了吗？当然给他了，当天晚上就给他去了。那你有没有打回他2巴掌呢？没有，因为我觉得那2巴掌是应该承受的。这就是一个男人敢当、敢做、敢为。好，有一种是出击，有一种是担当。我担心你不是一个担当的男人，但你那句话我觉得触动我了。你说这2巴掌该打，你是男人，本来就该打。OK。很能有说服力，
你们的梦想是能够有一个音乐盛典，对吧？是的，是的。当你面对社会的时候，你们的爱情要拿出那种气魄，要敢于面对。如果连就说这张面纱都不敢拿去的话，你说你如何让人相信你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忠贞的呢？能不能把面纱脱下来？可以吗？一是好奇，第二怕祝福错。现在我们认准你的脸了，好，看看你们的爱情故事是不是感动了梦想观察团？看看你们的梦想是不是靠谱？来，可以再说最后一句话。我想跟我妈妈说句话。啊，说。妈妈，我爱你。没跟你打电话，不是我不想你，我很想你。妈妈，原谅我的离开，让你受了那么多的伤害。我会跟他一起努力来弥补这个措施的。好，为这两位恋人的梦想开始投票，开始，祝你们好运。谢谢观众，谢谢波波老师，谢谢谢谢。我差点想反转你，但是我不想让像你们同龄人说爱情那么的现实。当你再往前走，你会觉得爱情越来越现实，好吗？请为现实做好准备，希望你们好运。谢谢波波老师，谢谢。其实爱情不现实，但是维系爱情很现实。让我们坚信，在你们身上一直有美好的爱情。祝福你们，我们下一次见。感谢梦想秀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爱情和家人。妈妈，我爱你，我们会好好的努力，让自己过得很好，然后再回来见你。好吧，让我们来欢迎这一组追梦人，来，掌声有请。有请。我们是恋人组合，我叫刘军。大家好，我叫冯月。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的梦想是希望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为我们打造一场辉煌的表演。辉煌的表演，对，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表演，然后再看看这个梦想能不能更进一步。来，掌声欢迎两位，有请。因为他们已经昨天啊今天等待了很长很长时间，人有时候很怪，越想做好一件事呢，他越可能会出点问题，所以大家要理解啊。休息一会儿再来，还是现在就来？现在就没问题吧？好，好，加油。
谢谢谢谢恋人组合，你们刚刚说过你们要一场很辉煌的演出，其实所有的登台表演人都想要一场很辉煌的演出，大家都在努力，为什么好像我听你们语气好像很急于要这样一场演出？因为我们两个准备就是在两年之内推出杂技，推出这个我们热爱的舞台，所以说我希望就是在这之前呢，我们能够完成我们在舞台上辉煌的梦想。要退出了？对。练了多久？有18年了。18年？对，一直在演出。为什么要退出？是因为体力不支了，年纪大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因为家庭嘛，我有两个女儿。您太太是两个女儿的妈妈了？对。现在我们可能能明白为什么他们急于在两年之内要一个他们认为辉煌的表演。祝你们好运，来往前一步。你们好，刚才听到你们谈了你们的梦想，想在两年之内要离开这个舞台，为了你们心爱的孩子。对，我们家是一对双胞胎女儿，今年呢已经有4周半了，所以说我们两个就是经常全国各地这样的来回的跑，和孩子基本上就是聚少离多的。应该时间最长的我记得是7-8个月吧，那次回家几乎是不认得了，几乎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这么长时间离开孩子是为了孩子吗？也可以说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整个家庭，因为我们两个嘛从小就是学杂技，基本就是不会其他的东西，就是靠这个杂技来赚钱来养家糊口吧。也可以说就是现在就是赚更多的钱，想为了孩子以后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明白了，那你们自我评估一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节目和你们所出节目的水准，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比方我说1、2、3，这个不要紧，就你觉得你们是顶尖的，还是中层的，还是，水平一般，但是梦想很执着，是属于哪一种？水平一般吧，梦想比较执着，我的感觉。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的实在，这梦想挺靠谱的，但我觉得杂技之美在于惊险。绝技要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想就是说你们到这个份上需要很多，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的诉求是对的，希望能够有专业的团队包装。我对杂技非常熟悉，我们上海的时空之旅在中国杂技界应该算是比较顶尖的啊，所以你们的梦想可能找对人了。好，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支持你们的梦想。好，各位梦想观察团的朋友们，希望你们为这对可爱的夫妻、可爱的双胞胎投出你们最真实的一票。5、4、3、2、1，投票。264票，很高的票数，而且我现在对他们来讲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8年的练习啊！我回家就帮你们联络，帮你们联络最好的编导，然后，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让你们时空之旅插一档特别节目，一场或者两场，然后帮你们把录像录下来，然后给你们的孩子看，那爸爸妈妈那时候多辉煌啊，好吧？谢谢波波老师，谢谢。恭喜你们，恭喜我们期待看到那个辉煌的表演，好吧？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祝你们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次见，祝福你们，谢谢。这是一组用他们的青春在书写着梦想的追梦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再次重返舞台，有请。现在你们将再次面对梦想大使，波波交给你。今天已经离你们的梦想越来越近。No, I don't.